有见识过了他们的当地的人过马路是非常的夸张的，他们还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直接有人这样横越高速公路，高速公路哦，四线道直接穿越的。那我们也常常遇到他们的三宝在内侧道、内侧车道高速行驶状况之下，交流道到了，右转灯一打，二话不说，啪，立刻切出去，非常的恐怖。那种时速100公里的状况之下，前面有一台突然底下可以震出来，然后一口气切了四线道，只为了他下交流道。然后呢，开过头的，在路上直接倒车要下交流道的比比皆是。他们这里真的没有什么交通规矩可言啊，他们用路人。